日前，中日合拍的奇幻题材网络剧《不可思议的夏天》在北京举行了媒体见面会。该剧一共15集，每一集都有一个离奇的故事。其中第15集就是由中国演员张馨苑和日本演员谷川雄辉一同出演，讲述了送披萨的服务生与盲女之间发生的一段唯美的爱情故事。这是什么声音？摄像机。这个声音，亏不瞬间，边转摇晃。我刚才有看到成片，其实是我第一次看，我觉得很唯美，就是一个奇幻题材中很浪漫的题材，所以我本人是很喜欢。该剧男一号谷川雄辉是日本知名演员，曾因出演电视剧《一吻定情》而成为人气爆棚的男演员。因为剧中故事发生在中国，所以日本演员谷川雄辉全剧要用中文对白，不过生活中的他却并不会说中文。因为我本身是不太会说中文的，日本中文都是现场才觉得说的不太好，但是正好心愿是会说英语的，所以我们在现场都能用英语来交流，所以没有什么问题。最近不少外国明星纷纷来到中国开拓自己的另一片天地，比如经常出现在中国的英国球星贝克汉姆、韩国演员金秀贤、李敏镐，还有不少好莱坞明星也开始跟中国导演的合作。而谷川雄辉的首次中国荧屏秀也是希望能够在中国有更好的发展空间。我现在还不能够透露接下来会跟中国导演有什么样的合作，但是我是希望能够走出日本，然后能够到更广的领域去发展，能够来中国拍戏也是我的一个目标，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